会呢？会，我会的。嗯，会。不会，我觉得产品的那个广告是吸引他那个受众的第一步。就如果只看一次广告的话，可能不会有很大的欲望去购买。会有一定的体现吧，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外在和内在都是有一定联系。如果是淘宝上的就比较详细一点，就比较能突出它那个。肯定呀，因为现在很多东西肯定要通过广告去凸显出它的价值，就是让我们去了解它。我只有了解了这个东西，我才会去购买。广告的话，就是可能一个产品在它的初期，就是刚刚面向消费者的时候，它可能就会就是向大众展示一下自己的功能，然后到后面到成熟期的时候，它可能就是更多的是吸引更多消费者，或者说就是研发新产品。我觉得能啊，因为企业就是从这些包装和广告向消费者传达一种他们企业的企业形象和产品形象和理念。有刚刚视频里面有一小段话记不太清，但是我看了以后我眼前一亮，我觉得在走养生道路嘛，是这种感觉。有可能会，如果他们给我推荐的话我可能会购买，但是如果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建议的话我就随便。会，因为这个我觉得是一种代购。我会的，我会想试一下为什么这么多人买。可能不会，如果他不是他力荐，或者说就是我在哪就看到这个特别好，我可能就不会买。我父母那一辈，因为他们首先知识文化水平是比较没有那么高，然后就是他们是很容易相信广告里所描述的那些东西的。那肯定是我妈。目前我觉得是爷爷奶奶那边。这个问题点就是分情况而说，如果说是那些保健品了，可能父母的需求可能更大一点，所以说他有可能会去买那些东西。但是如果在平常生活中的一些商品，我感觉应该是我。可能分为两个年龄极端吧，现在中年人可能都比较稳妥，但是现在年轻人跟老年人其实都比较爱买东西。我觉得是长辈，就像他们老是在朋友家族群里发那种什么什么东西特别有用，什么什么东西特别有用，但是我们年轻人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骗人的。可能是我的母亲更容易受广告影响，因为她每天就是打打牌什么的，所以她接受的信息源也比较少。